这里我的感想就是说，我觉得来这边是真的要亲自来试一下这边的麦克风跟音效，因为你在网络上面听的效果不一定是你自己听的跟别人听的不一定是一样的效果，也许是别人听到的会跟你的不管是回音或者是你的人声都会有落差，所以真的要来这边找老板来试一下，因为老板的专业跟他的那个他也很有耐心，他会慢慢的试，直到试出你喜欢的声音，这个才是你觉得让你觉得有价值的东西。对，而且每一个 APP 也不一样，它的音质，你真的是人要过来这边试一下。好 ，OK。